6月20日，董子健带女儿大福街边玩耍，父女同框超温馨。画面中，大福身穿粉色裙装，高马尾显得她格外精神，瓜子脸和优雅气质让人印象深刻。董子健则展现出父爱满满的一面，他轻轻拉着女儿的手，两人欢乐的旋转，这样的互动让人深信大福在充满爱的环境中长大，对爱的理解将更为深刻，不会轻易被外物所动摇。董子健对女儿的疼爱不仅体现在这些小动作上，更体现在他多次亲自接送陪伴大福的日常生活中。尽管他与孙怡已经离婚，但他们对女儿的关爱却从未减少。董子健多次被拍到与女儿共同出游，每一次都显得那么亲密。而孙怡也曾在离婚后与滕光正交往，但遭遇挫折，这也让人不禁对董子健的单身状态感到一丝担忧。虽然董子健和孙怡已经分开，但他们为了女儿仍愿意合体出现，展现了一家三口的幸福画面。最后，也希望两人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吧。